你好，我的女儿呢，苏菲变得为生，我的最先生是91073，我是老夫人，我就在巴都巴海，我在 UMK 念书，我今年22岁，我的家有8个人，他们是爸爸妈妈、哥哥、两个弟弟、两个妹妹和我。我的妈妈、爸爸是老师。我的妈妈今年77岁，我的妈妈今年79。他们在学校工作，我的爸爸妈妈在学校上班。谢谢大家。